雕塑身形，健康每天，轻松重建好体态。欢迎收看要健康就运动。那我们今天练习的是瑜伽。那我们瑜伽呢，其实主要可以帮助你做一些胸背的伸展，然后也会去强化到我们核心的训练，然后也可以帮助我们训练下肢以及平衡的动作。那我们就一起来运动吧。那我们现在呢，要先来做是胸背伸展瑜伽。那我们要先做一下猫牛式，来伸展一下我们的背部。那我们先来呈现四足跪姿哦。那我们先把你的双脚打开，跟你的骨盆同宽，也让你的双手手掌跟你的肩膀同宽，让脚尖垫地。那我们吸气的时候把背挺直。那我们可以从吐气开始，把你的臀部往内卷，然后一节一节的把背往后往上推高，然后最后让你的头颈往下放松。吸气的时候我们就反向把你的臀部往上，脊椎一节一节的向下，然后再让你的胸头颈往前往上延伸，吐气。那这个动作呢，我们可以用流动的方式配合着你的呼吸，吸气的时候就往上，吐气的时候就反向回来。然后记得我们在流动的时候呢，你尽量把你的流动的速度跟着你呼吸的速率就可以了，可以不用停留的太久，然后都要保持自然的呼吸。然后记得我们在吸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尽量都从臀部开始去流动，或者是你也可以尝试轻轻的把眼睛闭起来，去用感觉控制你身体的活动。然后我们在流动的同时呢，一定要记得最后都要带到颈部跟头部的动作哦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在流动的过程中肩膀会有一点紧绷，你可以稍微弯曲一下你的手肘，这样在流动的时候可以增加你的肩膀的活动度，胸口也可以比较推得出去。然后我们这个动作你也可以做10到15次来回的流动，慢慢的让你的背部脊椎的活动度打开来，也当作是一个暖身的动作。我们再做一个吸气，吐气收，肚子卷，背往后往上推高，反过来。好，我们再慢慢的把你的背挺直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让你的右脚往前踩在胸口的下方。那我们让你的后脚脚尖垫地，吐气的时候让膝盖离地，我们要来到弓箭步。然后你可以让你的后脚脚尖稍微往前踩一点，要让你的前脚掌可以接触到地板，只要让脚跟足弓离地就好。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把背挺直，吐气脚踩，慢慢的把身体推起来。然后一样哦，你当然你在站起来的时候，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你的骨盆。如果你觉得你的骨盆会有一点点歪斜的话，特别是往右歪的话，你可能需要去把你的后脚往前踩一小步。然后待会我们吸气的时候把双手向上延伸，我们先来到后弯的动作，吐气的时候让你的胸口往上推，双手慢慢的往后往上延伸，感觉你的身体，你的手脚都会成一个 U 字形去做延伸。然后吸气挺胸，吐气的时候你可以再让你的手往后往上，然后重心可以微微的下蹲，脚会稍微有一点吃力，然后保持下巴收，开展一下你的胸口，一个吸气，吐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吸气的时候把你的胸口带回来，也顺势的把你的手放松，我们再交换脚进行。这一次我们换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一样保持骨盆两边是平行的，朝向前方，身体先垂直站好，吸气往上，吐气挺胸推，然后试着去减少你腰部往前顶的动作，只要让你的胸口往上推就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再把你的双手往斜后延伸，用手去带动你的背部，身体的前侧的开展，吸气，
吐气如果还可以，我们再让你的重心微微的向下蹲，吐，一个吸气停留，下巴收哦，减少后颈的压力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吸气，胸口手背带回来，我们再让后脚往前踩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做勇士二，去做三角式来开展一下我们的身体。那我们再次把你的右脚往后踩，然后让你的双脚呢大约比你的肩膀两倍的宽度，然后让你的前脚膝盖弯，双手往两侧画圆，这样让你的上半身往右侧转，吸气背挺直，吐气的时候你可以让你的重心往下蹲，也顺势的把你的眼睛看向左手手指头的方向，然后你也可以去感觉一下你的身体现在的位置，这样让你的上半身在骨盆的上方，然后双手延伸在肩膀的两侧，保持肩膀下压，手延伸，重心往下蹲。勇士二动作其实它可以开展我们的后脚的髋部，然后前脚呢是去让我们的大腿内侧多一点点的延展，再一个吸气停留，吐气往下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吸气的时候，你可以先把前脚稍微推直，那我们在推直的过程中，你要稍微有一点点的力量，把你脚伸直，尽量不要直接把你的膝盖做打直的动作，这样会对你的膝盖会造成比较大的压力，所以我们就稍微往下推，然后我们吸气把背挺直，让你的左手尽量的往前延伸，带到左脚脚掌的外侧，再让你的右手朝上，那你的左手你可以放在脚踝轻轻的支撑，或者是放指尖接触地板，放在脚踝的外侧都可以。吸气，我们把背挺直，让你的右手往上延伸。吐气的时候，我们让你的右手手臂做一个往后转，让掌心朝后，手肘弯背向背侧的动作。吸气，把背挺直，吐气，胸口往右往外打开。然后你的眼睛可以看向贴花板，或者是你要看向你的右肩都可以。然后我们尽量让你的右胸往后往外打开，去开展一下你的身体。那你也可以去想象一下你的身体后方有一面墙，然后尽量把你的身体好像贴向墙，所以你的身体要尽量的挺直延伸。再一个吸气停留，吐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再把你的前脚做一点点的伸直，背再挺直，肩膀再往后转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吸气，把你的右手解开，掌心朝上，眼睛看向地板，手碰地，你可以让你的后脚脚跟提起来，后脚往前，再慢慢站起来。然后我们就再换边练习，那你也可以尝试，我们一样哦，你可以把你的左脚在前，右脚在后，然后一样让你的后脚脚尖朝外，然后我们吸气，双手往两侧打开，一样来到勇士二，换另外一只脚，然后慢慢的让你的前脚膝盖弯，背打直，然后先让我们的上半身往前方转，然后眼睛再看向你右手手指头的方向，吸气，吐气，重心往下蹲，肩膀放松，再一个吸气停留，吐气一样，前脚弯的同时，后脚要去做踢直的动作。好，你可以在这个动作下停留3到5个呼吸，稍微维持一下内侧的伸展。然后我们下一个吐气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试着把你的前脚推直，尽量是做推直的动作，然后再让你的手往前延伸，再慢慢的让你的右手朝下来到脚掌的外侧。吸气，先把背挺直，吐气的时候你可以把你的左手向后，手肘弯背向背侧，挺胸拉长背，吸气，吐气，如果可以的话呢，你可以再让你的手往下滑一点，你可以滑到对侧腰，然后或者是你再让你的肩膀再往后转，眼睛可以看向天花板，或者是你的左肩，吸气，挺胸拉长背，吐气，胸口往外转，再一个吸气，吐。我们停留在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保持你的身体是挺直的，尽量减少有驼背、拱背，或者是肩膀往内转的动作。先把你的脊椎挺直，肩膀再往后退，
这样你才不会觉得你的肩膀会有卡住的动作。或者是如果你觉得你把你的手背在背侧会有一点压力，那你也可以让你的手往上延伸就好，停留在这个也可以，不一定要背在背侧，选择一个你觉得舒服的动作去停留，拉长身体。好，我们下一个吸气，眼睛看向地板，手碰地，后脚往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样它是可以开展胸口的，但我们也是要做到前弯的动作。然后我们先让你的左脚往后，然后一样脚跟往下踩，前脚膝盖微弯的就好了。然后我们吸气的时候转肩夹背，然后把你的双手扣在身体的后方，吐气把手往下推直，背夹，吸气挺胸，吐气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再慢慢让前脚伸直，让上半身去顺着前脚往下，然后你后方的手就会顺着你的前弯往后往上抬，吸气，吐气。可以的话，一样稍微去伸直一下你的左脚，手再往上，一个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当然这个往上的程度，你可以感觉一下你的肩膀会不会不舒服。如果需要下来一点，或者是只是交扣在身体的后方都可以。我们下一个吸气，你就先把手放松，回来到屁股上，让肩膀放松，手解开，双手放在你的小腿上，慢慢的把你的身体推起来。然后我们再交换脚，这一次我们换右脚在前，左脚在后，身体朝前，前脚膝盖弯，吸气转肩，夹背，背部往内夹，手在身后交扣，吐气推。把背夹紧，胸口打开，慢慢的把你的屁股往后，身体往前往下，手往上，然后也一样哦，让你的身体顺着你的前脚往下，手持续的往上抬，还有空间你就往上抬，然后我们也一样用前弯身体的力量去压向你的右脚，给右脚的后侧多一点点的力量下压。同时伸展到你的胸、肩以及你的腿后侧。然后我们一样，这个都可以停留3到5个呼吸。然后你吸气的时候，慢慢的把你的手放松，回来到臀部上，再让你的手解开，双手回来到你的小腿，慢慢的把你的身体再次推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动作就练习到这里。今天练习的还好吗？那如果有一些动作你会觉得比较困难的话，那我们就尽力就好，不要勉强你的身体。那谢谢收看，要健康就运动。